我去演在鞋店花了19.9，找人给我化成虚静衣。今天我要挑战随机找一家化妆店，帮我画一个最近非常火的虚静衣同款，就是预妆容。先送化妆。哎，就这家，好便宜啊，19.9。Oh my god！ 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先到这，他们找富豪珠宝旁边的保罗。我发誓不是广告。19.9就是最普通的这个遮瑕。它用50的。这个底妆呢是这个雅诗兰黛是吗？对，主要就是那个粉底。那其他的产品？其他的直接上妆前乳。直接上妆前乳。合着我30块买了几滴滴大巴乐。化妆不需要像你们在家里护肤一样，妆容不用你找那么厚涂上去就好。今天小学可以去学校里面报名学一个，因为有很多专业性理论的东西，就光看还是不行的。看别人都是只是涂到上面涂白就好，但有些人他画的就很容易脱妆，对吧？啊！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毛毛。那一。贴到以后眼睛会很酸很酸，看着特别伤眼睛。可好了，自己回家吧。这样嘴巴不会太厚了吗？不会，你看现在这脸长得很不单纯。平时会画什么唇形？咬唇妆吗？那你画妆很不好看。你画奶很好看的。我觉得这样看着最好看。嘟嘟唇多好看啊！你要是不想这样，可以帮你改掉。没事，我试试。难过，这不是我要的那种结果。结果。头发要怎么弄啊？要不要弄一下？就跟他那个图片一样。啊，下这个，让我看一下。妈妈，再给点漂亮。什么心情？不能说差吧，就是心情很低落，很像鞠婧祎。真的对不起，还有我的咬唇，性感吗？我又想哭，我又想笑，还有我的发型，我现在像一个。方便人家回头看我，赶紧走吧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勾画的时候的粉扑很大，然后一直卷住我的脸，然后它又香又臭的，我实在闻不下去了。后来我就说，那我就不要呼吸吧，我就屏住呼吸，这样子我就闻不到那个让我窒息的味道。所以你们真的看到，每一次他拿完粉扑那一刻，我就。这边最后看一眼留恋，你看就粉卡了，看到了吗？就感觉我的皮肤蛮好的吧，就能画成这样的卡成这样，真的不容易。哇，要不要变美一点？